调整和监修之中，一就 是等一切等最后上线为准。今天也是因为毕竟老三有点迫不及待了嘛，听说是的，是的，最早的那批船长下个月初就要拿到，听说可以扮爷爷，我靠，可以扮爷爷。好，所以就给大家那个船长们展示一下啊。首先大家看到那个卡普特脚下有两个能量条，那么它所对应的是一技能和二技能。那我们先展示一下它的普通攻击。卡普特普通攻击一共有五段，首先3A、4A、5A 它其实都是一个拳头的攻击，然后不一样的点是它的4A 是带有一个小突进，2、3、4，哎，然后5A 是有一个霸体的攻击，那么大家是可以理解为你可以这么打。然后这个五 A 的霸体攻击呢，它如果你不按方向，它是一个原地的；但是如果你按了方向，它是可以自由的选择一定的距离。那么这就是卡普的一个普通攻击的一个打法。好，然后我们讲它的一技能。它的一技能呢，也是分为三个能量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能量是可以随着时间慢慢的充能的。那么当我的能量小于两格的时候，它放出来是一段的突进拳，你看。这个突进拳很快，但它很短。好，那么如果我长按住这个一技能的话，卡普就会进行一个蓄力。当我两段的时候，它的拳的位移距离就会大一点。也可以看到蓄力过程中，这能量是一直在增长的。对，它好像不太会减少哎。啊，对的，这个就是卡普的能量是释放完才会减少。我把无限火力关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现在是三格的这个一技能。它是带有一个霸体，然后突进很快，并且带有一个武装色。然后这个是一追，当你卡普放完一技能的时候，就会多了一个一追，这个和之国路飞是一样的，它是一个抓取技能。然后这个抓取技能是可以自由的调整方向，就是可以，比如说你不想让它在角落里面，你可以把它丢出来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一技能的一个三种不同的形态。然后二技能一格是拉一块小石头出来，然后这块小石头呢是可以就是挡子弹吗？对，把我和敌人隔在中间，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在后面蓄力，大概是这样一个操作。好，现在我做了一个取消，大家可以先别管。然后如果是二段的话，蓄力啊，对，蓄力之后是有两个石柱，当然这个表现可能比较拖，现在我们已经有了那个优化计划了。然后这个蓄力呢是可以把敌人关在里面，哦，是有点像一个牢笼的这个，对，牢笼就是，哎，对，真男人大战，是的，然后你就可以靠你的技能去突进它，然后三段是一个大范围的一个先地板，哦呦，这个范围很大，那但是确实就感觉你要在这里有点不雅，在蹲坑，就蹲着，这个范围确实有点海军英雄气势在，是的，对，然后二技能的追加技是一个。向前俯冲的一拳，那这个技能呢也是可以通过方向调整位置，大家可以命中了之后，哎，偏一下可以把他的友情技给骗出来，然后小奥义，哦，虎拳连击，拳骨连击，就是在空中的一些连击，流星雨啊，是的。然后呢，大家刚刚也看到了，就是我在蓄力的时候，那大家可能会认为我在蓄力的时候可能就没什么打法了，就是可能比较弱，但是其实你是可以按方向取消的。比如说我在这样蓄力，我可以取消，你刚刚变红了，什么事都没发生，怎么有一些不好一样的就我那么色弱了，取消了之后呢，你的一技能追加技会变成一个，这个是一个霸体的一个攻击，那霸体攻击之后，你看，大家可以看到那个你的普通攻击图标就变掉了，你的普通攻击会变成一个四段的全部霸体前腰的一个攻击，不愧是敌将，不愧是海军英雄啊！好，一段时间后它就消失了，然后同理，二技能也是可以取消的，取消了之后一样也是可以开的，哇，好，然后开了之后就是霸体，很帅，包括刚刚大家看到的这个二技能追加技怎么用法，给大家看一下。骗一下，然后再放小而已，是能中的。当然，这个衔接需要手速快一点，就像我刚刚手速慢了就没接上。然后激斗技两个，一个是一个拳骨的拳风，一阵很长的拳风，对，过敏带感。
然后这个子弹而且对手很不好判断它的那个释放，对，是的，这个不会有太多，这个可以和二技能的一格连在一起，就是你这样虚的话敌人是看不到的。哦，他是一格，对对对，这个我看懂了，就对，好，然后最喜欢的环节这个大摆锤，教训孙子的大摆锤。又来了，来自路飞的反抗，又来了，反应路飞又来了。这个大摆锤呢，它是有一定就是追踪的，然后可以看到我没有面朝对面的话，它是会自己去追踪本尊的。想笑。当然，这个大摆锤也是有攻击的。哎，这个算是一个嘲讽技能，当然它后期可能还会做一些优化，两个制作技的后期都会做一些优化。并不代表它是最终上线的这个质量啊，因为我觉得它的就是表现还是弱了点。然后是旧教义，哦，扯扯领带，嗯，哦，又直接把路飞按在了地上，就好的教训了东海出海。这个就是这个卡普的所有的技能介绍了。哎，刚那个红色的呢？那个红色 是我感觉我刚刚红温了吗？是的呀，就是跟我平时，因为我平时经常偷偷站在老张身后啊，就感觉跟我平时看到的卡普好像有点不一样呢。啊，那要不你不是跟我说你藏了两手吗？把手机给我，没有没有，那个尝试一下，我要吹牛，没有藏，啊，什么都没藏。不是，刚才我就看到了，真的是他跟我说的，藏两手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什么都没藏，你试呗。我试一下，啊，你试呗，试一下，看一下无限火力，试一下。对，就，哎。这颜色怎么就不对了？让我试出来了，要试出来了。不是你，我看懂了，我看懂了，长了吗？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看懂？就是我能让条红起来了，他怎么红起来的？这个卡普是怎么红起来的？哦，这是怎么红起来的？哎，你偷看别人上班啊你？我玩懂了，我玩懂了，我现在是卡普高手。没了没了，结束了，就藏了一个，就藏了一个，就藏了一个。不不不，他说藏两手，没有，肯定还有，肯定还有。那我知道，那铁有包的，是一技能和二技能逻辑。没有，你看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可以尝试一下。他怎么蹲着？怎么可以？哎，又打飞了。另一个也红啊！哦哦哟，你怎么搬了底裤呢？哇！再来看一下啊，这个二技能的，哎，这才是我们海军英雄的究极实力嘛！大家有看出来他是怎么加强的吗？酗酒了就会有一个化气效果。就是为什么他加了这么多蓄力，这个蓄力真的是蓄着玩的，然后让三格给你冲一个霸体嘛，那肯定不只是这样。好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真没有了。我要是再让我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吧。没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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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了。那真的没有，那其实就让你们准备一下，对吧？加个好友什么的，准备来一场真正的爷孙对决嘛。可以啊。然后 PK，哎，但在决斗之前啊，应该十二可能收集了很多玩家的问题。哦，对的对的，我今天下午不是发了一条视频嘛，然后我在评论区里面找到了这些问题，然后我现在采访一下两位。哎，好的，好的，请两位回答一下。可以啊。对，首先第一个，和之国罗今年会出吗？